给我一个封号，就是渣男吸引机。可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普遍的渣男，就是他们嘴巴很会讲，但他们不会做，但是只是说而已。连哄带骗。对，但是因为偏偏我又很喜欢听好听话，所以只要男生就讲说啊，很想要娶你呀、啊，然后那边跟你讲什么小孩怎样怎样的，我就会相信。然后像我之前就有一个男朋友，他就是牡羊座的，他也是嘴巴很会讲，他就说就是很爱我，然后说他就是那种很纯情啊，也不烟不酒啊。结果有一次我们就是去外面，就是那种酒吧那种喝酒餐酒馆吃饭，然后就遇到朋友，然后他朋友就说，哎，怎么你在这里？然后就说，哎，这个是 Yuri 啊，这是谁？就介绍他的朋友给我的男朋友认识。然后后来就聊一聊之后，我就发现我男朋友不见了，然后我就跟他朋友讲说，哎，我去找一下我男朋友。他朋友说，哦，没有，他去上厕所了，没关系啦什么的。他说，哎，我问你啊，你就是在故意跟我聊天，怪怪的，会有这种，就是不让我去找我男朋友，要把你绊住。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他们里面其中一个，他就说，哎，这个是谁谁谁，那个初次见面，那根本不是初次见面，那个是他们本来就有发生过感情，就是也不就是有一腿的，有一腿的，所以他朋友阻止我是因为他们在就是在旁边就是做一些无微博在干嘛啊。我的汗已经变成隐形肩带，而且，没有气势，你不要开太快，我是最快，我最慢啦、啊！不要开太快，我的身上很累，好笑，你拿好了，很好，你要踩我裤子上，哎，这个路真的很崎岖哎，完了，哎，现在这边 OK 哦 ，OK 哦，来哦来哦，可以哦，哎。他真的没水耶，熊熊之心人人皆知，喂，才不是这样呢，瞧熊熊一上车保护水杯的模样也是挺卖力，要不是途中碰上个大窟窿才会害他把水都洒出来，都失身了，是失身了，龟心苦瓜哦，这个比去健身房还辛苦，难怪农夫都蛮瘦的。喂，熊熊，这下你们应该体悟到需要钟哥存在干出活的必要性了吧？好啦，按照你们的策略，挖出几株芋头之后，赶紧一起来将鲤鱼摘下来放进篮子呗。滴答滴答，时间不等人的，转眼间已经过了一大半喽。四分钟，完了完了，很紧张。这个应该是酸眼，哎，这什么？那应该是他虚虚拔一拔吧？对啊，虚虚拔一拔就是了。突然瞬间觉得，突然中之间觉得很恨钟哥，不是，我突然觉得吃以后吃东西要洗衣服，因为对啊，粒粒盘中生，粒粒皆辛苦啦，盘中生，粒粒皆辛苦，谁知盘中生？哦，好了，要修不塌车哦。OK 了 OK， 我们把这边去称，我觉得有，好啊，来称，直接来。一定超过了，感觉两公斤，几公斤？这都已经两公斤，快三公斤了。那怎么办？丢出来吗？丢过关，这样就过关了。都关了。哎，你看一下我的汗，流好多汗，汗是用喷的。哎呀，汗流下来，真的，我的汗已经变成隐形肩带。而且还好了，我们过关了啦，我们这样过关了哈。你要这样说，哎，那我现在还要再踩吗？没有，看好像我这样有没有升高？有，它是凸，有变细。故意起来，完了，他头快断了，那怎么办？平均一下力道，那怎么办？我顾一下那个头。哇，这边
看到了，好搞笑。好笑好棒，尾鱼对，棒哦。然后靠你，靠你。几公分啦？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快了。15哦，再多走1公分。哎，你看，有。30秒哦。你再把它拉长一点。感觉变好长哦。我觉得好像可以。可以。来，3、2、1。哇哩嘞！瞧你们三个拉的形状，很令人害羞呢。虽然拉皮过程中好几次都差点失败，不过幸好经过制作单位拿尺丈量后，超过20公分，恭喜你们过关啦！哈，有这还得了？哎，那在拖过海，为什么？这种很奇怪的感觉。好了，你下去感受一下，我帮你，我帮你。好像有点温。OK 啦。熊熊真的是魔鬼身材哦！哦，好舒服哦！有没有啤酒的味道？没有，有那个味道。等一下，我帮你倒啤酒。那个裙子。对呀、啊，我妈倒了。我妈倒，我妈倒。这种福利给我。你叫我做位置啊你！干什么？我是工作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这啤酒是冰的吗？冰的。这么冷，那你淋淋看，你淋淋看，淋淋看。你看看。18天才好喝哎，哎，好像很冰哎，不会很冰啦，这下面是热的，温的。不会掉屑，所以掉也没关系。不是，你还是像美肌。我都是圆框，因为他们都已经很美了。不真的不屑，真的啊，完全还好，完全没掉屑，一点点呐。那你是得了什么快眼变症？有点痒痒的哎，对啊 ，OK 吗？不会痛啊。我吃我自己，然后感觉在吃你。对对对对，这是什么弱智嫌犯？这样可以吗？很 OK 哎。我顶多只是想宣布我们这段关系已经可以跟大家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全部。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熊卓玉彤。今天这个大来宾呢，其实我之前有当过他的贤内助理，没错，就是我的好闺蜜张立东。那因为上一次贤内助理那一集点阅率非常的好，然后张立东私底下就跟我抱怨说他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今天就决定好了报答他，然后让他来我家，我好好的当他的一日理想女友，然后让张立东好好的送起来。Hello， 东东，熊，很大哎。很大哈，来坐。前一阵子新闻不是说我家缺一个男主人吗？我今天就让你当那一日男主人。太好了，我连包包都带来了。我以为你要说我连保险套都带。不是啦，你心目中的理想的女朋友，你是希望她是拥有什么条件？她已经在跟我聊天了，成为一个理想女友，她必须还要照顾男主人心理那一块，不能只是只有物质上，不能只是外表，对，不能只是视觉的享受，对，太北南了吧？你要站在上面，然后我喂鱼吃，你不要搞那么重力好不好？家里不会有这个啦。因为一个好的男朋友，你的身体一定要健康。我就是不健康，才要你照顾我啊！而且你这个图案是不是有点特别痛的感觉？哦，它比市面上的还痛啊！有比王很大的有啊，因为你看这个，你要相信他是安全的。你看他都没事。Hello， 他是狗，他不舒服，他也不会。你看他很开心，他是来踩吗？来，你看他敢不敢过？你敢踩吗？他坐下来，你跟他躲吧。Baby， 来快吗？我是参加什么抓周是不是？不然你也可以用跳的。其实你那个饼干，我去别的地方应该买得到。加油 ，Baby！
来，有动力了。嗯，来抱手。拜托。好好 baby 快点，再一步，再一步，很棒 OK 了。 OK， 亲密位置结束。亲密的点在哪里？不是应该是什么抱什么喂吃这种啊？然后我刚喂你吃啊，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对啊，我们很亲密耶，我们这样子，我只有对哈鲁才会这样。我刚是跟你开玩笑的 ，baby， 怎么可能会这样？我没有名字了。我现在就叫开始叫 baby 了，好不好？ Baby， 那这一趴西躺柴尔，你放心，我等一下会帮你蒙上眼睛，然后再帮你挖耳朵。你先躺上来。我躺啊，老婆。躺。OK。哎，怎么叫老婆？好，我要蒙眼睛喽。哦。确定是我的腿吧？你确定一下。OK， 好。这不是什么魔术吧？不是，不是。起来，打开，我已经在看搜索。哎、欸，对，可以吗？有点痒痒的，哎。对啊 ，OK 吗？哎呦，不会痛啊，哈。我这是什么耳朵，你知道吗？什么耳朵？心肝宝贝儿。他脑子到底是怎样？上帝，我的耳朵真的很脏哎。是家人，就是会看到他那一切。我真的要好好的帮你清一下。是不是有点太进去啊？没有啦，想太多了。这是什么？你大吉，你大吉。哎、欸，请问你舌头比较短哎、欸欸，你不能把我当白痴。搞老半天是你的狗帮我拆了。你不喜欢狗吗？我喜欢啊，因为他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你看有没有？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拍全家福。你看，好，哈鲁再帮来一张。第一趴跟第二趴都有一点稍嫌不足。对。那第三趴，好来，性感丝袜，这个不可能了吧？这个 OK。哈鲁不可能是哈鲁的腿了。你想我穿怎么样？丝袜当然是要配一些他正常，比如说他是 OL 衬衫，或衬衫啊那种。好 ，OK。若隐若现。好。哇，超痛！可以吗 ，baby？ 太完美了！你脸红了，你这样子不行，你要边套丝袜套头。我刚刚讲的那个啊，你边套，然后我在你身上。不是我，你叫什么迷片的人呢、啊？因为 A 片男生都不知道男生长什么样子啊。这个单数对吗？你是谁、啊？我跟你讲，歹徒很多都长这样。所以我撕丝袜是要撕自己的。对 ，baby， 我帮你开一个洞。欸、对，不然你自己撕，我开在这里，我喂你吃饼干。哦，又跟前一个甜蜜喂食，好吃吗？你有这样吃过嘎嘣熊吗？没有吧？那你想要再看更多吗？你可以自己撕哦 ，baby， 是撕你的脸，是不是撕我？哦，不是撕你哦，我撕我自己，然后感觉在撕你。对，这是什么弱智嫌犯？那你要继续动作。OK。哈哈哈哈哈！啊，师傅，这段到底在演什么？我到底看了什么？好，第四趴是什么？按摩放松，这个不可能出错了吧？你不要按摩椅嘛，那就是由我帮你按，就是你整个人趴着，然后坐在你的屁股上帮你按摩这样。好啊，这样可以吗？欸、很 OK 耶、欸，这样力道 OK 吗？可以耶、欸，脖子要按吗？啊，你不躺下来吗？你躺啊。我躺啊。你躺。嗯 ，OK 好。确实，你哪一间店的啊？谁派来的、啊？不是，你几号？我跟你们经理讲，你87/78，这个等于是移动的健康步道啊。所以我没有搞砸了一个环节。对不起，我还特别为了你买耶。你不要花这个冤枉钱。那个你要不要带回去？这个送你。我回去教训我妈。谁抱我？还有谁？我跟你讲，我等你们等超久，我还去买衣服，我还换了一套，是不是？可以吧？因为很有诚意，这可以防止鬼跟我们什么抱啊？来，因为两位队小队长已经走路很累了，所以你们两个都负责坐着享受就好了。就由女生来走健康步道，然后去坐抱男生腿上的戏。哦，限时3分钟内坐破10颗就可以过关。他会不会伤太开心？我刚刚被你吓到，我以为我们要抱他们，我想说太夸张。好，你们确定他可以吗？3分钟哎，3分钟10颗，你确定我可以吗？哇，对，他这一拖，他们绝对用走得到下一个关。那我没有帮他们过，我会怎么办？我要陪他继续走，你就陪他继续走路。啊，我。
放这。真的错。有表规定，好不好？好。三分钟可以做180秒的七天，平均18秒必须要做破一。我都做，我不管你们了。好好好，预备，开始。预备，开始。弄破几球？18球。我们只要10球就过关。啊，我手没有办法停。因为你们觉得你们的表现太好，你们想要用这个来展现自我的荣誉，而且你们只用了1分30秒，所以等于是他们看不起你们。真的是谢谢你，有机会的，太棒太棒。你们刚刚这个一路走过来，我也陪着他们走了2个多钟头，他们来到这边。花了5-6个钟头的时间。是，你不会要说不如再来一次吧？不是再来一次，我是真心觉得感动，真的辛苦了。信哥，你手上是什么？是个人的表示意思的一个白包。不能乱讲，真的，真的要白包给你，真的，真的，这几包。等一下，它有圆形，它是不是可以贴上去？对。因为你们刚刚已经用掉那个车，你可以抽一个，然后贴上去，对，所以外在有了，有可能会好，有可能不好，你也可能抽到角胶，贴上去，那这个到最后这是一颗有6个角胶的，那这样就不太好。You know the 角胶 hand pain， 你知道吗？你在干嘛？你不要急气。好，要把那个盖起来。你们选择一个1、2、3、4、5，大家来跳舞。选择哪一个？不要找江。我们让房子。好，你选。他是再怎么说也用那个义气陪我们走了一段。没错，对。三号。中间不要找江，不要，没事，不要，没事。我这是什么？我搭便车好，搭便车好。我一起来上高就好。加油！哎，加油！一。2、3，哎，小心，不要，小心，不要，叫！干好那边就有精神，恭喜恭喜！